大家好，欢迎来到梦丽的视频，我是让您健康又美丽的梦丽哦。今天很开心呢，因为刚刚才喝了一杯非常营养的植物营养素的早餐哦。那想说在这边跟大家分享让大家也来循序渐进的把体重管理好哦。那今天要介绍的是我们晨燕的轻衣行轻衣行，那轻衣行里面有28包，那每一包的话呢热量非常的低，只有74大卡所以说我每天早上呢都会泡一包轻衣行加沛仁滴，这样子大概就可以满足了我一天所需要的热量那因为体重是要循序渐进的，如果说你每个星期你要减 0.5 到1公斤的话，可能就是要靠平常的饮食，还有就是要定时的去运动这样子的话才能够消耗你的卡路里你如果说每天大概热量少摄取500到1000的话一定可以慢慢把体重管理下来，这样子的话一些慢性的疾病啊就会远离你了我觉得这样子很棒那我们晨燕轻衣行饮料呢真的是你最佳的选择，因为有时候早上呢也不知道要吃什么，那泡一杯来喝真的是很棒很棒。那轻衣行里面呢的成分呢有西洋参洋车前子麦麸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它有高非常高植物营养素 的成分，还有植物营养素的蛋白质，然后谷类纤维可以增加你的饱足感你喝了之后呢你可能就不会再想去吃其他的东西了，所以有饱足感之后呢然后体力也不错我每天这样子喝真的感觉就是体力越来越好了那今天的话呢梦丽想跟大家推荐就是说我们的体重如果说没有控制下来的话真的是慢性病一直都会伴随在你的身边那如果说我们一天一包保持一个健康轻盈的体重很多慢性病就会远离我们了，所以今天很开心呢梦丽跟大家分享我们晨燕的轻衣行还有沛仁滴健康饮料希望你也能用这两款饮料来替代然后来滋养我们的身体，让我们每一天都活力满满，真的健康很重要大家要一起加油加油，谢谢你们的关注爱你们谢谢。